我给你垫上来。行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瞧不起我们老板呐？我们老板差你这点钱呐？就是我们老板交不起物业费啊，你搁着谁呢？就是，你真是的，你别大爷，别大爷，举下饶人呐、啊！你俩太厉害了，这一会儿先别说话行不行？田经理啊，你先回去，完了回头我告诉你这怎么回事。我跟你说，你先回去，我去。那你那个回头想着交。行，回头我交，回头我交。田经理啊。不是你抱个箱子干嘛呀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啊，社区发起的为敬老院捐款活动，为老人捐款。对，这是好事啊。对呀、啊，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尽点力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钱、啊、大爷，你想捐点啊？什么叫我想捐点啊？不单我捐，在座的每一位都得献点爱心。对，那老范，老范你先来。太好了。那个，我提个议哈、啊，就咱们几个，咱就按照个人的这个能力捐这个款啊，是不？我退休在家，我捐180。那你什么？我是服务员，我捐200元啊。我专职司机，我捐270。我是物业经理，我一天打底。我就是我现在有点上火。你是这店的老板，你能干，你最少得捐10000呢。你才能干呢！你能干，我能干啥呀？你多能干呢！你这么一会儿功夫把我疙瘩汤店对你手的，你是老板呢？我不是老板呢，你是店主，店主，这店都你的，你了不起啊！对呀、啊，俩大爷呀、啊，你咋太狠了今天？你那算我让我见识着了，我跟你说，说实话吧，小彪啊，扛不住了，这就得破产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店啊，我也不是老板，我也不是店主啊。这全假的，我演戏呢，配合你呢。别闹啊！谁跟你闹了？谁跟你闹了？全是在演戏，知不知道？你说呀，啊，也不知道谁留给男人这么一个坏毛病，是吧？爱慕虚荣。小脸啊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男人要面子，那是应该的。但是必须得靠自己的努力干出点成绩，那才是最有面子的事儿。先说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这回我知道了，我一定改，我一定好好做啊，范大爷。主要是小彪，对不起你呀、啊。哎我的妈，你对不起。深入了解我了吧？深入了。你看，妈，我不行，我走了啊！不行。我还没深入了解他呢，来、啊、来，别坐这儿，来，这多好啊！阿姨问你啊，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3个月，三个月，3个月，1个月零三，1年零3个月。明白了，哎呀，那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公园。不用解释了，阿姨明白了，一定是在喷泉里的公园。不是，妈，是公园里的喷泉。对啊，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美？老漂亮。妈，你想看不？想。我现在就带你去啊，给你讲一下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去。完了，咱俩商量。话要问。完了，我干啥呢？你这是飞进来的啊？还不走呢？完了，那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。咋的了？什么事？完了。顶不住了，他要来了。完蛋完了，你这不顶，告诉你顶住吗？真顶不住，他疯了似的，往这咋整？人没走呢，咋整？我给你想招啊！站着，别着急、啊，我把蛋糕拿走，啊，把它支别地方去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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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倩儿，啊，小脸、哎，阿姨，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完了，阿姨。姑娘啊，你也太有心了，这十多年都没想起妈过生日，妈今天过生日你记着了？妈，你今天过生日啊？你别跟妈这开玩笑了，大蛋糕都买了。我说你咋带我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是想跟我姑爷一块给我过生日啊！来，咱们一块切蛋糕。不要切。
蛋糕是于小脸的，是于小脸给我妈买的。对，阿姨，你就我买，你来吧，你就来吧。那个阿姨是我买的，祝您生日快乐。你啥人呢？啊，宝洁买的，说你买的。宝洁是谁呀？宝洁阿姨啊，宝洁，宝洁啊，宝洁阿姨，宝洁是个阿姨的干活的。哎呀，你看姑娘啊，妈就过回生日，你跟人保洁阿姨说干啥呀？看人，我说你还能不能行了？老给我打电话，呦呦，哎，胡总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着急，你也别生气，我真的没撒谎，我真的是，咱是发小，一个院长大的。不是，关键一个院长大的发小多了，我知道你是哪位呀？我是顺丰公司的，我叫钱顺丰。谁？我叫钱顺丰。哎，喂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是小土豆子吧？哎呦，我说胡总，你可算是想起我来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咱们小时候经常做游戏，你总演 daddy， 我总演 baby。哎呀，我还演过 daddy 呢。你怎么没演？你总演 daddy， 我总演你儿子吗？哎呀，妈，那这回行了。哎，咱让不让他叫 daddy？啊！来，你给我叫上 daddy， 我听听。行。不是，等会儿胡总啊！哎，你那旁边有人吧？我旁边就我自己。哦。哎呀 ，daddy。嫂子，真没事，他们开玩笑呢。你这声太小了，我啥也没听见呢。你大点声。大点声。你叫不叫？生意做的这费劲呢，我把那一张退了吧。没事，嫂子。我说小土豆子，哎，你叫的我很受用啊。哎呦，很舒服啊，童年的回忆啊。哎呀，行了，来，咱们说正事儿。哎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那个胡总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公司啊，在你们公司进了一批卫生洁具，这量有点大，我那个资金运转不过来。现在呢，货从你们厂里出不来，我这没辙了，我再找你。那这样啊，我呢给工人打个电话。你直接把东西先拉走。不是，我这钱不够啊。你呢先跟人家把钱算清楚，等人家给你结完了你再跟我结账啊。哎呀，这就是发小啊，这就是，你可解决我大问题了。行，这你在哪儿呢？我必须找到你，咱们去吃饭啊。我在，哎呀，我在人家里边给安装洁具呢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这么大老板还上门服务呢？啊，那不行，我工人没你。小恰，二姑父，哎，你把眼睛睁着，干啥呀？来了。小恰，你今天太棒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我们学校的朋友圈都火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今天跑我们学校干嘛去了？我不是踏着你的足迹，献爱心去了吗？哎呀，小倩儿，你太棒了！小米粒，该说不说啊，自从你毕业之后，你们学校女生没有一个好看的。好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那个小米饭？啊，小饭粒儿？啊，范小米家吗？我就是范小米。哎呀，同学。我是北方艺术大学研究生会主席，我姓严。严同学，你好。不
说，这么的，我说是说不清楚，我给你演一遍啊。就在刚才，我在那儿，你家陈淑芳就从外面进来了，就跟小猫似的，就这样，就喵悄的。然后他就接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这通亲呐，就哇哇，完了，你家小土豆子那说话更肉麻呀，什么我只要你，没有你我不行。你听。这钱顺芳说的啊，行啊，反儿的他了，我今儿要不把他做成土豆泥，我就不叫二驴子，我告诉你。你瞅瞅你，能怪我二姐夫吗？我咋的了？还咋的了？我都不细说你，你说说你结婚到现在你胖了有20斤没？哎呀妈呀，你才40斤你还好意思说呀？你看看你浑身上下，你有一点女人味吗？我怎么就没有女人味呢？我没有女人味吗？没有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看来我还真没有。你说我这还巴巴的给他选什么结婚纪念日礼物呢？这弄半天他外边还有人了。什么结婚纪念日礼物啊？再过一个礼拜不是我跟你二姐夫结婚纪念日吗？他说什么要送什么，送我自己。妈，你看看我买这糖好不好？哎呀啊，这大桃可真好啊。我会买东西吧。那你看看谁生的姑娘啊。哎呀姑娘啊，这桃个个软软乎乎的哈。对呀，都熟透了，能不软乎吗？妈妈妈，你吃一个。哎，都洗好了，你吃一个。买几个呀？七个呀。七。那啥，妈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哎，别别，你们吃吧。妈，你看你怎么不吃呢？你妈现在不愿意吃这软和东西了，不喜欢吃这个了。不是妈，我记得您不是最喜欢吃软和糖吗？妈，那你吃一个。现在岁数大了，那个有点添毛病了，不爱吃软的了。妈，你吃吧。妈、啊，我觉得你正好吧，那个不舒服嗓子，这桃你吃一个润嗓子。妈，妈你吃一个。妈你吃。妈吃。哎呀，对呀，老姑娘，妈想起来了，那冰箱里头上个礼拜还有好几个苹果呢。妈一会儿吃个苹果，吃个苹果啊。好，你们吃吧。哎哎，妈，那你先回去歇会儿啊。哎哎，好啊。哎哎哎，你过来。怎么样？输没输？输了。别忘了啊，刷一个月码。啊？妈不吃这糖，我怎么感觉你还挺高兴似的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方法有问题。你信不信？这个桃，你大姐夫要给妈吃，她肯定吃。我不信。哼，还不相信？这么着吧，啊，咱俩再打次赌。你说吧，如果妈等会儿能吃这个桃呢，那我就再多刷一个月的碗。你连着刷俩月碗？俩月。你说话算数。算数。行。你看你大姐夫的，你们这智商啊！我跟你说，来，杨明，你咬一口。我咬什么呀？你快点咬一口，你快咬，咬。好了，妈，妈。哎，啥事儿啊？妈。啊。哎呀，你说这咋整啊，妈？哎，妈，你看，妈，你看这么好的桃啊，小米粒儿，吃了一口，人家不吃了啊。你看，妈，你坐，你看啊，他说了，说这个桃啊太甜，没有酸味儿，不符合他对桃的审美。你这咋整？我说小米粒儿啊，你不酸你还不吃，你还想吃啥呀你啊？啊？你呀，挎兜有俩钱，不知道咋嘚瑟了。妈，我那个……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那么馋还好意思说话？妈，你看这小米粒，你咬这么一口，你别人也不好吃了。这样把它扔了吧，拿回来。败家的孩子们，你们不吃，我吃。哎，妈，你这样吧，您给我，我把这桃掰。舅啊，哎，这钱太多了，不多。再说了，您送什么红包啊？没有这个必要。你看，您来了看了就行了，表达一下就完了嘛。不许这么说，你是知不道啊，人家老范家对咱们家有恩呐。我这个人就是，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，必须给。那也用不着。我老舅来了。啥时候把你吹来了？这不是老嫂子她住院了吗？啊，所以我就来了，没别的，红包送上，表达一下心意。这用不着。你看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可是一个要脸的人呐！这红包你不收，你说我这面子往哪搁？
收下，心意我收了，红包算了啊。刚子，让你老丈人收下，这也不多，就1000块钱，你看看你。这样，那个爸。嗯，那要不就收下吧，因为我舅这个人是个好面的人。哎，啊，那我就收下。好，那个咱们说好了，下不为例啊。哎，中午不许走啊。好，在这吃饭。哎，行，来来来，你帮我张罗张罗饭。来，就这样，您坐会儿啊。这样，我呀做几个您最爱吃的菜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您坐这歇会儿啊。哎呀，红包一交，心里边就踏实了。老舅来。哎，二米粒啊，你怎么了？二米粒，你这是啥情况啊？我这是我要。